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0月17日，我现在在姜涛湾那里打紧卡啊，因为姜涛湾那里有姜涛的季前赛宣传啊，你们打了卡没啊？未不紧要啊，那我现在拍给你们看着先啦。哇！睇到阿姜涛食得好好味，我都想食啊，好肚饿啊！仲有陈总添、啊。姜日面，你真的很厉害啊。好好味。哇，靚仔到啊，電死人啊。我哋分享到呢度啊！临走前请记得俾个 like 同埋免费订阅我频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